姐姐，你是不是常被偷东西啊？你是不是常？背心呢？对啊，晨晨，你不会冷吗？晨晨，你要穿外套。不会啊，晨晨，晨晨是喝母奶的，所以不会冷。那我要干，我要干，我要干，我要干。结果我要干在旁边，结果，不，好痛哦。